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您知道吗？现在已经迈入5G 智慧时代，很多产业都要面临转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您来看看我们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因应大环境的变化，在产业、农渔业甚至是青年事务上有哪些创新的作为呢？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产业发展处处长林鼎超林处长。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林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海洋及农渔发展科科长蔡富宁。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蔡科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青年及综合规划科科长潘祖德。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潘科长好。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丰富的产业文化。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市的产业发展真的是多元多貌。在接下来带大家来看看我们产发处他们办了一个跨境创新创业交流会，一块块有什么样的火花。基隆市创造就业好看。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梁赠送在地伴手礼全粒米香给来访的跨境创新创业交流协会，协会也回赠由会员自家研发的 AI 智慧猫砂机与 3D 列印技术文创品，呼应谢国梁推动基隆成为有爱城市。创新交流协会几位前理事长还有创会顾问都是我的好朋友，那今天包括盛文兄在内，大家都来基隆，那我们觉得老朋友碰面也很开心。我主要是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下基隆现在的产业环境，跟我们未来想要发展的几个重点，希望能够双方有更多创业就业上的交流。因为基隆现在是要努力去创造新的就业，所以这方面我希望大家深入讨论过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基隆，不管是新创或者是一些其他事业的经营，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基隆有多一些的连结。所以各位可以想到，就是说为什么我对基隆充满了希望的缘故，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老的城市哦，需要一个真正有创意，而且是真正了解产业问题，真正有经历过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验的人，才有办法去解决很多问题，用新的思维，用新的做法去解决很多成核跟过去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啊。那我想这个以基隆来讲，全台湾第一条铁路事实上从基隆弄到新竹啊，这刘铭传的时代，满清的时期，就没想到现在盖条基捷这么困难，他想到你第一条铁路就这里盖出来的。哦，那平常讲，如果不是谢国梁的话，我也不相信有人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说实在的哦，因为毕竟以就他的这个学经历来讲，不管是从建设方面、成本方面、考量方面，还有各种这个效益方面，我认为他一定可以帮基隆市争取最好的条件，这一点我很有信心。哦，那也希望各位朋友掌握到这个我们这个谢市长啊，未来这个积极在推动这个产业发展跟这个城市改造的这个契机哦，看看能不能有什么事业可以来基隆发展合作哈，因为这毕竟离台北新美都很近，大概来到20分钟就到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大家如果有好的这个想法哦，我想我们谢市长一定很乐意去跟大家合作来讨论哈。让大家共存共荣。很多人曾经问我说，我想做的基隆科学园区要引进什么行业，我说要降低成本的行业就是最好的行业。我觉得我们不要受限，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产业其实一段时间就会更新，就会新增。那我个人也有在酝酿跟希望引进更多航运相关的供应链物流管理的产业。哦，那这个部分我也会继续努力，因为供应链物流现在也是一个潮流跟趋势。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航运股这几年为什么飙涨，就是因为供应链管理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
所以基隆应该要努力。那这也跟我过去一些友人在不同的理工学院有一些专长跟专业知识，希望能够跟其他的城市甚至学术产业机构合作有关。总之我们想要努力引进一些新的产业，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然而基隆过去的航运应该要从航运变成整个航运相关产业的供应链物流管理，所以只要是任何有运送到这个物品的都是所谓的供应链管理，这个部分我们要继续努力争取。会中产发处长林鼎超进行简报，双方就基隆的青创与就业环境、产业现况及未来展望进行充分交流，期盼整合产官学资源，共创基隆青创良好的发展环境。真的也就是要共创这么优良的环境，让这个创业跟就业有更多的交流。我们就要请教我们国内外产业经验非常丰富的我们的林处长，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任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调整跟期许。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其实我觉得产发处原来的每一位的科长他们都做得蛮好的，那也都很认真的在做执行他们每一项的业务。但是今年其实因为疫情已经稍微比较趋缓了嘛，那大家就开始经济这商业活动开始慢慢比较热络，那所以其实我们产发处也有收到有很多的这有一些公司其实对于投资基隆是有兴趣的，那所以我们也会协助这些企业在基隆不管是建厂扩厂还有招募，其实这个都会慢慢来进行。那我觉得未来这一年哦，基隆的产业方向大概主要可以分为两块了一个就是我们北五堵的这个科学园区。北部的科学园区也会慢慢来进行，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赶快来招商引资，然后欢迎我们全国的好朋友们，如果对基隆投资有兴趣的，然后也可以来也可以来询问我们产业发展处。那另外的部分，其实因为疫情慢慢趋缓，那邮轮这个邮轮3月7号有一个首航的典礼，那也在那时候有两艘邮轮进来，那邮轮进来其实相对会带动很多不一样的产业，包含观光、小吃啊、饮食啊、服务业都会开始带动。对，那所以我们会在不管是东岸码头往那边延伸，包含像旧的正滨渔会，然后彩虹屋正滨渔港，然后一直搭到这个游艇码头，然后到八斗子渔港那边，其实市政府目前都会有开始进行一些规划。那往西边走的话，其实包含这些会展中心，然后还有像外木山。这个万木山码头那边，然后海星游泳池那边，其实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规划，希望可以趁着这个疫情稍微趋缓的时候，可以让游客不是只有出国玩啦，其实基隆真的是一个有山有水，然后好吃好玩的地方。是，真的基隆的产业真的非常的丰富哦，而且重点是青创的部分也非常有特色。我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产发处他们就我们林处长一上任之后，马上就办了一个甲板派对，而且甲板派对里面呢，他们特别邀请到基隆的青年创业朋友一块来进行他们的商品展示。基隆在地青年宋之凡亲手打造日常手工鞋，让平凡鞋子更有人的温度。刚好下面有新开的那个寿司店，所以人潮还蛮多的。但是如果之后不知道是会不会有人，但是如果这边如果有固定，如果每个月一次还是多久一次的市集活动，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上面有活动，然后有不同的主题啊，然后让我们来参加，然后促进基隆的这些活动的区域，那可能会让这个地方活络起来，然后这里的海景啊什么都蛮漂亮。而会做饰品服饰曾在全台走透透空间改造师王思如回到基隆投入了地方创生，利用布料的特性结合海洋元素给予服饰新的生命。手工我们这手工染染的植物染服装，然后另外我们基隆其实有非常不错的那个手工皮鞋，另外还有手工的文创的那个就是海废的饰品，我们这些其实可以做串接，然后希望我们自己其实非常希望在那个旧渔会大楼现在已经非常漂亮了，可以弄一个山海文创的一个专柜区。空中花园首次举办文创市集，业者都是产发处培育的优秀青创业者，这两天市集吸引了不少人潮。其实我们这边扣比较多真的是海洋的元素啊，所以其实刚刚看到一个皮件，它其实也把一些像锁管，
然后把一些海洋的这个像鲸鱼海洋的元素就是扣在里面。那其实有很多，我刚刚看到，其实有因为我们这边咖啡馆也很多，小咖啡厅很多，所以刚刚也有一个我刚刚喝的饮料也蛮惊艳的，就是姜汁汽水配上咖啡，其实喝起来真的口感很特别。我希望我们可以跟其他县市的这些创生哦一起来合作，然后呢未来希望有一些预算，然后可以帮他们上一些课，尤其像跨境电商的部分，或者是行销，或者是包装的部分，我们会借由外县市的力量，或者是一些专家哦，来帮我们这些青创的好朋友们一起来上课，来让他们有更多的行销管道，然后让他们有更多不一样的思维来开发他们的产品。好，那我们结合了基隆当地的一些青年人哈，他可能是一些美食、一些文创、一些礼品，还有一些音乐性的活动。未来我们也会陆陆续续举办一些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相关性的活动。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基隆美好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它这整个平台非常的漂亮。好，你可以看到它刚好靠海。那当我今天游轮进港的时候，游轮其实就是在你的旁边而已哦，它非常的近，好，所以你会非常的 shock 说，哇，原来游轮就在你的面前，好，这个感觉非常的好。那当今天没有游轮的时候，你看过去的是整个海港，好，那整个海水都是蓝色的，好，白云、蓝天、海港，再加上徐徐的风吹来，哈，这个感觉非常的舒服。那我们整个花园又有很多绿色的花圃，所以等于说你散步在上面，其实就像散步在公园以及海边，好，所以呢，其实整个基隆市，我们相信未来，基隆市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休息的地方，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刚新兴开放的一个地方。那这个这一次来参加这个市集，感觉上还蛮不错的。那也希望这个地方未来可以变成一个常态性，每周或是每个月有类似这样的市集，让民众可以踊跃的参加。我觉得这样才是那个文创，我们基隆的文创就文化就是要提高提升啊，也就提升我们基隆的文化。这环境很好啊，就是大家都喜欢来这边吹吹海风啊，哈，然后看看这些文创啊，不错啊。除了持续协助更多青创投入市场，市政府未来将结合电商，让更多外县市民众认识基隆文创产品的软实力。提升基隆这样青创朋友的软实力，其实产发出多年来都有在进行相关的政策或者是事务补助推动。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潘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不是有设立这个青年梦工厂网站，然后大家的成果怎么样，回馈又是如何？对，过往其实我们政府单位其实对于行业别，我们都是针对行业别来做辅导，做一个就业的辅导或者转型。那其实青年科以青年这一个角色来说是对人的，那青年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呢，当然就是找我们的青年科。我们有个单一窗口，我们从这边就是我们在网络上 Google 那青年梦工厂，我们就有单一窗口，有人专人帮你服务，或者说在我们的潮想基隆的那个 FB 的粉丝网页也可以搜寻，然后我们会每天的不定时的可以把那个农商工商服务的时间，然后农渔服务的时间，或者说我们最近在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政府的资源的补助，我们都会放在那边统一的单一窗口。那我们专线也是在这边，可以跟我们洽询。再来就是其实青年科来说，就现在就是很多的各地方议题的就是那个青创空间。那我们基隆的青创空间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努力当中。那我们现在也就是在那个红砖屋，那红砖屋我们希望说可以有一个基隆的第一个青创空间。那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处长林鼎超处长是对于来说我们基北北桃是会有一个平台，那他希望说我们在基北北桃我们可以创立一个共创空间的一个共享的一个服务。所以在3月29号青年节的时候，我们会跟基北北桃来一起签订一个 MOU， 来希望说我们基隆的青年去他们的那个基北北桃的青创空间的时候，可以一起共享。那也可以顺带的引进他们的北北桃的一些青年来我们基隆玩的时候，或者说来我们基隆创业的时候，来看看海风的时候，也可以共享我们的空间。那再来就是我们基隆当然基隆青年创业。
我们就会想要知道说我们青年创业有什么一些的补助计划。那我们每年其实都会邀请所有的在地青年，在地青年可以来跟我们申请这个青年的富裕计划。那其实最高我们是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你刚成立的公司的时候，我们希望说，给你一些补助金额来投入你的创意，投入你的梦想，然后支持你的创意，支持你的梦想。那我们针对一些学生社团呢，我们会针对一个服务的补助的一个概念，就是学生社团他如果说他有符合一些 SDGs 的一些那个项目的时候呢，他都可以来跟我们申请这个社团的一些补助的费用，那我们最高上限是50,000块。那其实这个到今年的10月底都还有空间呢，欢迎来报名来参加。那再来就是青年会有一些青年贷款，比如说在我们基隆就是有一个中小企业圆梦贷款，以及在经济部会有一个中小企业的那个一些企业贷款。那我们基隆市政府呢，我们可以帮你把前面两年的一些利息帮你补贴掉，我们可以让你比如说他的贷款金额七年最高7年的时候，前两年利息我们基隆市政府来帮你出，来实现你的梦想，来帮助你的创业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基隆的青年在这边的地方做了许多努力。那接下来也许我们会推出一些比如说青年实习计划，去媒合一些我们基隆的在地企业跟我们的基隆的一些中小学或者是大专院生的一个那个要实习嘛，所以他要符合一些年龄，那来媒合一下，我们来也出一点钱，我们跟企业，我们帮企业出一点钱，那也帮企业跟青年对接媒合的一个管道，希望说大家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帮大家这个就业环境来提升。是，刚刚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青年，是青年级综合规划科，简称青创科，对不对？对。好，没想到这个科呢，刚刚就提出了非常多的帮助年轻人的圆梦计划，刚刚至少3个了吧？对，然后还有加上 SBIR 200万，最高上限是200万。对，然后另外还有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青年投入创业及公共服务补助计划，最高是20万元。然后刚刚还有一个是50,000块的，对不对？对，只要提出有 SDGs 就是永续概念的这一些创意学生社团都可以来申请。可以看到我们财发处真的是非常用心。现在主要是我们零到一是青年的那个投入的那个创业计划，那 SBR 就是你已经创业一阵子了，那你还是缺资金怎么办？那我们就是来找我们的 SBR 计划，而我们在今年是增建到6月12号，那我们在3月31号跟4月6号会举办两梯次的说明会，那现在正在那个招募当中啊，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来报名。是哦。我觉得这好，就是其实创业，其实我大致上可以分为几个项目嘛，包含资金的问题，然后场域的部分，然后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辅导的部分，因为给他一个鱼竿，还不如教他如何钓鱼这个部分。那其实资金跟场域，其实政府都可以给，但是要如何拿到订单，如何可以让你的产品或服务来升级，我觉得有没有好的导师来带，那个其实更为重要。那所以我们这次也请了一个就是台北的一个辅导的一个，就是也是做创投出身的一家公司啊，华阳创投，他是做创投出身的，然后他现在也是担任我们这个青创辅导的单位的就是主要的负责对象。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去结合基北北桃，刚刚我们潘科长也提到的基北北桃大平台，那他们现在其实北北桃他们已经串了26所的大专学院，那里面的育成中心的老师其实都对于这个怎么样育成，怎么样创业都非常非常的有经验。那其实今天早上我们也还开了这个还是四海大平台，那海大也很愿意加入这个联盟，所以等于是说等到3月29号我们这 MOU 签了，其实会有27所学校的资源可以供我们基隆市想要创业的年轻人来使用。所以只要你创业，不是只有资金的问题，不是只有场域的问题，而是你的这些产品，你的这些服务要怎么样升级，然后要怎么样可以市场化，让它可以销售出去，然后可以增加自己的营收，然后你可以你知道吗，你的荷包才会有增加嘛。对，要不然其实创业的朋友们真的都很辛苦。是，
是，刚刚处长有分享一下，就是创业跟选举这两件事情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哈。对，所以只要有梦想的年轻人，其实都可以来试一试，来运用我们政府部门的资源，让自己的梦想实现。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其实采发处还有一个很大的项目，就是在我们的渔业、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环保议题里面，先带大家来看看这个环境保育推行到现在，我们的珊瑚、公园、秘密花园都出来了。之后就觉得很感动哦。近年来，我们基隆市采发处它推动的这个海洋相关事务是有目共睹。从环境保育到珊瑚礁的秘密花园，与地方团体的合作办理相关活动，共创了产官学三赢的局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傅宁科长。嗯，好，其实保护区潮境保护区大家都耳熟能详，也很肯定，因为它现在从10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7年了。那保护区它其实当初的使命是要改善栖地嘛，然后让它的生长环境可以变好，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在成立之后生态变好了是我们原本的期待，但是没有想到说近年来的这个潜水观光因为慕名而来的这个生态的一个富裕的成效，吸引了很多人来。所以其实走到这个7年，我们有新的任务，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还是要每年的做一些生态调查，然后增加公民参与。因为所谓公民参与，就是不要只有市政府在做事，如果公民可以利用他们来潜水的时候，可以做一点贡献，他们可以拍很漂亮的照片，然后提供我们学术来做研究，然后那就是刚才讲捡垃圾，它可以因为现在的潜水
教练他们都会教导他们的学员能够爱护海洋，然后甚至是你进入海洋的那一刻就是在关心海洋，所以他们会教他们来做捡垃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长期的监测，还有就是智慧化的管理，因为潮境保护区它的成功的要件是在它有一个很好的管理制度嘛，就是它是不是只上公园，它有很多的执法的能量，那因为人力也有限，没有办法24小时，所以未来智慧化监控也蛮重要，所以我们会在这边做一些加强。那今年比较重大的任务是在说，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人流很多，那对于生态的干扰也会大，所以今年我们有个任务是希望能够开始进行所有的总量管制，让这个干扰上面的负担不会再持续加大，那也可以维护好当初我们设立保护区的核心的价值，就是它是恢复一个好的环境栖地，而不是说基地好了，环境维护好，结果人为的观光油气又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压迫，所以像我们去年开始就有做这个公民科学家的参与，就是他们把原本只是拍照的这个习惯呢，他们把它 open 出来 share 出来，让一些研究单位可以来看说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特殊的生物是一般研究案调查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些画面，可以来做分享，然后也可以来做记录，包括有发现到比较特殊的这个品种或者是生物，像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个豆丁海马，好，还有这些虾子啊，其实都是很多潜水员他们想要坐飞机到国外去看的，其实我们在潮境都有，像豆丁海马啦，或者是像这些这个樱花虾、须虾这些，然后还有这个海苹果。就是很像长得像苹果一样，这个都是潮境的神奇宝贝，都是很大他们家会来看的。那其实除了环境需要大家共融之外，我们也做了很多环境回馈，就是公民参与这件事情，除了近海之外，我们也有像发动到基隆屿近滩，好像这个是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去基隆屿近滩，然后有600个人，第二年又超过1000个人报名，那其实大家对于生态环境的回馈也都是很有热情的，包括像你我们1000个人上去基隆屿近滩，它可以捡出来的垃圾可能是我们委外出去都没办法完成的一些任务，然后而且它可以带动这个观光跟议题的操作，其实让基隆屿或我们基隆的海洋观光可以其实更蓬勃。像这个是近海的部分，大家在海底来做潜水，好，潜水来捡垃圾，大家这边现在的教练都非常的执着，说可以来带更多影响更多的学员，可以一起投入海洋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在我们基隆屿近滩的部分，因为整个步道上面都是来近滩的。这些民众就是沿着整个步道都是，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基隆屿近滩的时候捡出来的垃圾，就是满山满谷的都是靠这个民众的力量一起捡的，所以然后好的一个环境呢，它不仅可以恢复生态，它可以带动观光，包括像这个基隆屿除了观光之外，我们还办了这个基隆屿基钓赛，那基隆屿基钓它每年可以吸引这么多这个全国各地来的这些基钓好手来基隆屿来较劲，包括我们会有比这个大尾奖啊，或者是黑毛奖啊，就是这个都是大家今年也有对不对？对，今年我们会在秋天的时候办，因为去年是比较晚办嘛，所以今年也会在秋天的时候办，就是整个礁岩上都是这个钓鱼的人，好，然后。这个也有很丰厚的奖金啊，所以大家都也有团体跟这个来做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今年我特别要讲的是说，好的一个环境，像是基隆屿它有一个帆船赛，那其实台柔杯帆船赛大家都知道，大概快20年的一个历史。那今年迈向因为疫情关系，有3年没有做一个越洋赛了。那今年的话，听说已经报名超过50艘的船，所以今年的6月非常的热闹跟有趣哦。那我们也会安排观赛船，让民众可以搭船近距离去看这么多艘帆船
起航的一个画面，是很壮观，其实很有感动。对，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到六月份关注我们相关的海洋的活动，就是年度的海洋活动非常多哈，从年初到年中都有索管季、海湾节等等活动哈，欢迎大家来玩。那因为好的环境才有好的观光的休憩的品质，那欢迎大家来基隆玩。是，所以我觉得我们采发处真的很用心啊，他们从环境来下手，他们在生态保育上做的大家是有目共睹。那接下来还要办了非常多的那种国际赛事，包括了这个台流杯的帆船赛，以及我们的基隆屿的海钓基钓赛，都吸引了非常多的外国选手来到我们基隆，这另外也促成了我们基隆观光发展的一项利基哦。那带大家来看基隆，其实说到这个渔产，一定要带大家来吃海鲜，要带大家来看就是终结必杀流言，有民众买帝王蟹却发现发臭了，没想到我们的市府出手了，摊商遭到断水断电，你快来看。工人忙进忙出，必杀渔获直销中心摊位前现场实施断水断电，不少游客相当好奇，纷纷上前围观。在这春节期间啊，直销中心和消费者纠纷有一个纠纷，然后我们经过采发处、基隆市政府采发处的调查，那我发现这家业者是食材调包的人贩。那我们透过渔会，然后也透过消保端来跟业者进行沟通，那依据合约，我们也要求他即刻撤离这个直销中心。上个月大年初四，来自新竹的游客来到直销中心，花了7000元买两只帝王蟹，但回家打开一看，发现其中一只竟然发臭，怀疑不新鲜。因为它两只嘛，一洗一洗的，所以变成那个螃蟹打没有打开，没有办法确认。所以会变，然后一只新鲜，一只不新鲜这样子。然后我刚刚已经就是有跟他和解了。就退他5000块，然后加个路费这样。业者澄清，客人买回家第四天才反应，但基于信任，已经和客人达成和解，也赔偿表示善意。不过，基隆市政府认为业者已经第三次属于累犯，严重破坏八斗子渔港直销中心形象，也伤害到其他优质摊商，将依照相关的规定终止契约。那我们也呼吁所有的业者千万不要以身试法，然后来轻视政府对于消费者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及这个食材的安全。那也欢迎更多的外地的游客然后来我们基隆市直销中心消费，我们基隆市政府采发处绝对会保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市府采发处表示，这次的消费纠纷已经严重影响到市府基隆区域会的信誉和形象，将请渔会以最严厉的方式处理，也不容许不肖业者继续破坏基隆渔港负面形象。真的，他就要终结这个必杀流言。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采发处长，这一次基隆市政府第一次。对，这是基隆市政府第一次。其实我当初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依照合约有两个部分可以让他请他离开。那第一个当然是他会已经损毁到商誉的部分。那其实他的租赁合约里面有一条损毁到商誉，其实可以让他离开。另外就是他是累犯，那他其实这次已经在第三次了，所以那时候可以请他离开。可是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啊，基隆市政府从来没有让这些在必杀渔港的这些摊商断水断电。然后其实因为他也不是唯一的一家，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好像罚钱啊，或者是把钱退回去给消费者，感觉上好像就没事了。对，那当然其实后来市长认为说，因为必杀渔港大家之前的一些在网络上不好的这些留言都说是必杀游客嘛，对，然后所以市长认为这次我们市政府真的要硬起来针对于这些不孝业者会偷斤减两，或者是调换渔获的，或者是这种换一些不新鲜的海鲜给消费者的，这个都会大大的损害到我们基隆市政府还有必杀渔港的商誉，所以他认为就是要把它断水断电。那当然，断水断电这个消息出去那其实业者也透过很多的不一样的，例如说民意代表来跟我们讲说，是不是可以罚款就好，不要断水断电。对，但是其实市长的这个态度非常的坚决，他就认为说，不可以让不孝业者继续留在必杀渔港，而且他不是初犯，他是累犯。对，那所以我其实这样折冲了大概
两三个礼拜，大概三个礼拜，折冲了大概三个礼拜，然后我们也发函给这个业者，要求他在礼拜天，我有点忘记那天的日期了，抱歉，反正就在礼拜天一定要断水断电。那我本人也在礼拜天的早上去看整个断水断电的状况，然后确实他就把他的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机器设备把它移走了。然后其实不管在，我觉得在网络上或者在社群，我们也会，我们政务官会去看一些这个FB 的一些社群，其实都是正向的。然后大家都认为一定要有这样的铁腕措施哦，才会让好的业者他们也可以受到公平的对待，让不好的业者也可以有所警惕。是，哎，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谢市长上任之后带领的这个团队做了非常多不一样，跟之前不一样的事，包括了这个走力开发，就是要终结这个必杀给人不好的印象。那另外呢，就是在青年朋友的部分，其实我们的谢政府团队也非常的用心，快来看看我们的谢市长呢接见青年朋友。赞。画面上是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带领青年节筹备委员会的青年代表拜会市长谢国良。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主委郑锦洲感谢市长谢国良特别安排时间与青年代表们见面交流。市长谢国良也仔细聆听来自高中和大学的青年代表对于基隆市政的看法。今天我们的这个拜会，我总结几句，就是第一，我们希望就是基隆市的在交通方面可以更好，那像是公车啊，或者是国道的方面上，就是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就是改善。然后再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教育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就是留住更多优秀的青年在我们基隆本地。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观光的部分，那我们希望可以提升观光景点，然后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我们基隆观光。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运动部分，那我们希望可以多增加一些就是室内的场馆以及我们这个球场可以改善的部分。很开心看到这么多青年朋友的代表跟我们大家一起稍微聊一下我们基隆市目前的发展的情况。虽然我们的青年朋友很年轻，但其实大家都非常有想法，提出来的也都是我们现在在市政上要很多努力的地方。有时候真的是很敬佩他们这么年轻，但是对于市政的视野已经很完全。那我们接着会继续努力，那也不要让青年朋友失望，我们会做出更多的改变，因为毕竟大家要看到的是改变，所以我们很期待。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好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谢谢这些青年朋友的到来。青年朋友总是有源源不绝的创意，那我们当然在政府方面就要来帮助协助我们的青年朋友。因此呢，基隆市政府就成立了青年事务委员会，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处长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计划跟宗旨。其实我之前是高雄市政府的青年局长嘛，所以高雄市的首任的这个青年事务委员会也是我成立的。那四年后的今天哦，成立了基隆市青年事务委员会，其实是蛮兴奋的，也蛮感动的。那其实，在就任后不到三个礼拜哦，我们就让青年事务委员会的相关的这些条款哦，就过了市政会议，然后就开始进行就是招募。然后我们这次招募的人数也有达到83位，对，83位，但是我们只能取23位。那其实83位的这些候选人哦，其实都非常优秀，有社青，有学青，然后也有大学生，也有非常在职场上工作非常有经验的这些年轻人，对，那真的很难挑，真的很难选。那不过我们83位在两天，我们分两天的下午哦，把这些83位的这些候选人，就是把他过面试完，然后也完成了。那预计在3月2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的11点半，我们会由这个谢国良市长他亲自会来颁发聘书给我们青年咨询委员。啊，我是说另外一个很感动的是，其实我们是倒数第三个城市没有成立青咨委的县市。真的？对，一个在台东，然后一个在马祖，对，然后我们竟然离这个直辖市有那么近哦，来离北北桃那么近，那我们竟然没有成立。像新北好像也 run 了第五年了吧？对，然后其实桃园也 run 了快6、7年，因为他们青年全台湾的青年局第一个青年局就是在桃园市，对，所以他们是随着青年局的成立，然后成立青年咨询委员，那他们已经成立了8年那么久了，对，所以其实
我觉得有青年咨询委员是非常好的，它可以让我们青年基隆的青年的声音会被更听得到，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市府跟这些青年朋友有一个交流的平台，让我们知道青年人在想什么，然后青年人也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把他们的想法、把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市府。是，就是要关心我们青年朋友的议题，将问题转化为政见、意见、政策。是，对，那就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出来，而且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跟上时代潮流。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系上了，我们的潘科长。是，其实这次我们来办理这个青年委员会的遴选，其实我们的委员哈非常的难选，因为刚刚处长提到83位，其实有一位是超龄的，就是差一点点就差一年了，然后其实我们就41岁的，我们还因为毕竟我们这还是青年咨询委员会，还有一个年龄限制，所以我们也很痛心把它只能剔除掉。但是这次各个候选人83位各个候选人，其实每一个都是身怀绝技的哦。那有从马来西亚过来，当我们在我们基隆卡马丁当跳手，当了10年啊，真的啊，当了10年，然后他对于我们基隆的想法是非常的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也非常这个看法。他对于说，他如果说他在参与青年事务委员会的时候，他未来他会想要怎么推动比如说渔业观光哦，他或者是他本业的渔业那个观光跳手。那也有一些是从刚好在顶的，那他是做文化走读的，他对于我们基隆文化走读非常的深入的了解的。那他希望说，他也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个青年委员会的事务平台呢，可以对于他们的一些走读的观光或者说文化历史能让我们多一点重视。那其实我们青年委员会就是一个集结他们的所有意见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相关局处呢可以重视他们的声音，然后来去看看说他们的声音是不是可以转化成一些可行的政策。那未来我们这边也希望可以导入一些参与式的预算，让青年的朋友们可以有一些的预算的可以活用，让他们真的的梦想可以去做实现。那23位总是会有落选，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有青年志工的报名，好，青年志工。然后其实你不只是可以透过青年委员来参与公共事务，我们也可以来报名的青年志工，然后借由青年志工来更了解我们政府单位或者更民间政府跟民间单位的合作之后呢，未来会有更多的公共事务的火花的创意的发想。那也可以更了解说，政府体制的运作机制之后呢，可以更了解说，如何把自己的梦想来去做实现。是，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惩罚处它其实阶段性的任务都已经先区分出来了，那就是最希望能够让年轻人的朋友心声意见可以直接表达出来，这也是我们看到惩罚处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基隆好吃的东西我们的马林山区里面有很丰盛的农特产品。马林的资源真的很丰富，我最记得它的山药，它的品质是冠居全世界的第二。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林科长，其实在推动这个农特产品方面，近年来市府做了很多项的活动。好，刚刚看的是马林的一个介绍。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靠海，海港城市大家很熟悉，可是对于马林都认知跟知道的跟参与都非常的少，所以这几年我们透过马林休区的一个跨域计划，还有就是农栽计划，能够希望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认识马林，所以我们会透过像之前就有的幼树的认养，大家在像现在这个季节呢是春天，那春天其实在马林就现在是生意非常盎然，因为现在紧接着就会有幼花开了。幼花就是3月到4月就幼花香，然后准备我们就会进行
去幼乡，然后准备幼树认养，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是萤火虫祭。那我们发现其实马林有非常多的那个生态很保护的很好的这个秘境，有很多的萤火虫秘境，我们今年也盘点出来，未来可以带大家去在四月到五月之间那个萤火虫祭的时候去马林的这些秘境，像友瑞，然后像马东马西都有特别的萤火虫的秘境可以走。然后再接下来我是用时序来介绍，然后再就是进入到蜂蜜盛产的生产的季节，就在五月份的时候，所以我们基隆也有很多蜂农的那蜂蜜也非常值得推荐，像春蜜跟冬蜜都非常受欢迎。我记得基隆是白花蜜，它吃起来有点酸酸的，很好吃，味道很特别。对，然后再就是树莓季跟桂竹笋，好，这个都是五月的时候，所以五月份刚好在桐花开的时候，我们又有桂竹笋，我们会在马林休区会办那个剥桂竹笋比赛，然后还有赏桐花的小旅行，然后再来就是七月绿竹笋，绿竹笋就是六到九月盛产的时候，让我们马林的绿竹笋其实是北部地区品质最好的。而且量好资金非常难买，所以你只能到某些市场去等它，它非常的少，但是它的量跟它的品质非常好，这是我们的马林绿竹笋。然后当然就到了秋天的柚子，柚子季就是采收的季节。那柚子原本都是比较低经济价值，那这两年我们开始协助果农把这个品质很好的柚子果肉来开发新的像柚子酒，然后柚子醋，新的这个饮品。那我们三月底四月初就有一支新的这个柚子酒要诞生了，大家拭目以待，限量的然后再来是冬天的山药季，就是十一月到隔年的二月，就是我们的基隆山药。那基隆山药呢，其实是品质非常好的，它的那个皂苷呢是全世界排名第二的成分好的一个品质，所以刚刚看到的是现在是春天，春天大家可以看到春天里面现在是树莓开始会有，然后春天有飞鱼卵，然后剑虾跟这个鱼产的部分也陆续会出来，然后包括我们夏天会开始的这个锁管绿竹笋、锁管这些青鱼、白带鱼，这个都是我们春天接夏天会陆续出来的这个产品。那当然从刚刚讲的从旅游式的认识这个渔产之外，我们也有办很多的这个山海餐桌，然后透过让生态厨师或是我们在地的厨师去设计当季的这个食材来设计这个餐桌，有山餐桌也有海餐桌。那我们今年也预计至少会办两场。那以往我们会在101高地或者是在马林办，或者在渔港这个潮境公园或者是碧沙渔港，我们都会有都秒杀都是秒杀，所以我们可以今年大家手脚要快一点，不然其实每一场这个生态这个山海餐桌都是秒杀的，就是我们在苗圃也办过，就是用当季的这个盛产的食材来入菜，然后设计是非常摩登或是豪华的餐点，那也洗刷我们基隆只有吃那个大桌菜海产的这个海鲜餐的这个概念。可以看到采发处真的很用心，他不只给这个渔产有很大的这个推销广销的通路之外呢，在我们的农特产品之内，我知道采发处他们还很用心哦，就是给每一个特产品一个品牌，像他们就有推出刚才的山海餐桌，每一道料理都非常的精致，会颠覆你对我们的基隆农特产品的想象。那一样啊，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是首都在基隆港东岸旅运中心的顶楼空中花园所举办的甲板派对。这是土蜂蜜，好，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洋蜂蜜，就是意大利蜜蜂。基隆土蜂蜜、手工酱油、凤梨豆腐乳，满满在地农产品，不少人专为这手工产品慕名而来。量不会很多，对不对？红蛋蜜，对，红蛋蜜量没有。没有很多嘛，对不对？也不一定每年都可以采得到。对，所以红蛋蜜它在基隆算是蛮稀有。蛮稀有的。对。再往旁边走，手工饼干、甜甜圈、特制的调酒，只要来到甲板派对活动，通通可以品尝得到。基隆之前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文创，但我觉得这一次他把它文创市集让进来，而且还有在地的那个青创团队，我觉得对于基隆在地的年轻人是非常好的。基隆港旅运中心空中花园举办市集派对
活动，吸引路过民众停下脚步，仔细的逛摊位。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文创，然后你又有一些可以了解在地的文化的东西跟一些物品，然后你就觉得今天非常的充实，然后又逛这些地方外，还可以看到基隆的海景，你就会觉得哇，视野很辽阔，心境也真的不一样，心情很美丽。市集场地坐拥180度的无敌海景，让不少民众感到很悠闲。基隆市政府产发处结合了在地青创青年，组成了22个市集摊位，有精致甜点、美食、饮品，当然还有精致工艺。人家3月在开放嘛，那其实有很多的游客哦，都会陆陆续续来我们基隆。那今天透过这个我们这个新的这个航运大楼，然后的顶楼，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大概12间的这个青创的好朋友们，然后把他们的产品，那其实包含用的、包含吃的，然后包含带的哦，都有很多的这个高雄在地的青创的年轻人都在现场，不是只有基隆的朋友，欢迎外县市的朋友、全国朋友都赶快来这边，然后来看看我们基隆的青创的朋友的一些创意。然后我当然也是希望说可以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市集，让我们的基隆的年轻人都有透过这个市集，然后跟不管跟国际的游轮游客来接轨，也跟其他外县市的游客来接轨。我觉得这个场地其实还蛮不错，然后游客蛮多，而且在这个地区啊，应该说在这个区域里面啊，你看一个空中的花园，然后又可以看到整个那个基隆市基隆港的那个景观。那其实我相信它到晚上那个灯火又开的时候，其实又更漂亮。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市集啊，要从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8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时间点。可以看到这个甲板派对受到非常多人的赞赏，那会不会有常态性的情况出现？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处长。对啊，好像是第一次办这样的活动，然后我自己去了一下，哇，结果发现那一天其实天气非常好，然后也人山人海的，然后听说。有一摊最高的营业额好像有到快2万块钱，对，一天的营业额好像就大概快2万块钱，其实还蛮好的，对。然后其实基隆真的很美，尤其是天气非常好的时候。那天办的时候还没有游轮，对。那我相信如果游轮进来，然后再配上这个青创市集，我觉得应该会吸引不是只有基隆市民，应该还有外地的游客都会来。那目前我们有规划是希望可以在5月、6月、7月嘛，对，然后每个月各办一场，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变成是一个常态性的活动，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这边是有个市集，因为像国外就是像那个农夫市集，是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对。那其实今天我们也有去海大跟海大市海平台那边去做一些交流，那他们有个打样中心。对，那打样中心其实它顾名思义，它就是有一些比较小批量的这个正在 try 的这些产品啊，其实就是海大都会帮这些想要创业的朋友们去把它打样出来。那我就有提说，那未来我们这个青创市集如果成型了，然后也变得很固定的话，其实也欢迎他们可以来那边摆摊。那对于青创的朋友，就是多了一个管道可以销售他们的产品。是，我知道海大的打样中心，我觉得还蛮厉害，就是你东西给他，就提出申请给他，他就会帮你包装设计。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又可以解决掉一些问题。而且，对啊，而且他可能产品上可能会有的是保存期限的问题，或者是像设计上的问题。那你要用什么样的包装、什么样的容器去装这些食品哦？其实打样中心的老师还有海大的老师都会协助各位青创的朋友们去解决这方面的疑惑。对，那其实我认为有海大的背书，消费者买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安心一点。是，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产发处很用心，就是尽量媒合，对，帮助我们的青年。产官学要一起结合啦，产官学一起结合。真的，好，我们现在剩最后3分钟，我们要请教3位啊，先请处长好。处长为未来基隆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蓝图？其实我觉得基隆很像我以前待过的2个城市，就是新加坡跟香港。我的高中在新加坡，然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那都小小的腹地，小小的，然后其实都有海港，对，然后都有商港。那他们其实这2个城市都发展2个重要的产业，一个是金融产业，另外一个就是观光产业。对，那但是我们离这个台北市已经太近了，对，我们离台北市已经太近了，但是我们却有拥有很好的观光资源、海港资源、渔港资源。那未来我希望其实基隆真的会走向观光的
这个途径，我认为会对于整个基隆会是比较好的，带更多的旅客，带更多的游客，来基隆看基隆的好，基隆的美。但是其实相对的配套，我们基隆市政府也要开始去执行，包含交通的问题，对，包含交通问题，然后包含像旅宿的问题，我们其实基隆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饭店可以供应给要来的游客，所以其实很多游轮的朋友下来，目前是大概只大家还是回游轮上啦，回游轮上过夜啦。但是如果说想要过夜的，其实好像都会跑到长荣。长荣如果长荣住满，可能就回台北，因为我们离台北太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未来市政府针对于观光的产业要多加点力道，然后去帮大家多去开发一些观光的资源进来。是交通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旅宿业的问题，这都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对，好，我们要请教蔡科。好，我们基隆有山有海嘛，然后所以除了我们夏天有很多海洋的活动哈，刚刚就是从四季，从帆船赛、矶钓赛，然后收完季、台湾节等等。那我们还有一个在七堵还有暖暖的山区的这个旅游的一个观光的后花园哈，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在年度的时候。可以游山又玩水哈，那所有的粉所有的活动资讯大家可能没办法掌握哈，那可以 follow 我们的潮向山海基隆的粉丝专页，相关的活动讯息都会在上面哈，所以你们就不会错失你们想要参与的任何活动，所以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是潮向网页，你知道加入之后就很多的讯息会出来，包括那种秒杀，你可能也会第一时间拿到，然后要抢快一点，不然真的就没了。我要请教潘科，基隆其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我们生活在这边，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基隆慢慢的在改变。那现在疫情之后，其实大家也闷了很久。那我们这阵子跟青年朋友在对接的时候，其实发现其实青年朋友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敢讲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讲出你们想要的梦想，想要去追逐的梦想，那让我们基隆市政府来帮你，来帮你来做实现。那最后工商服务时间一样，SBIR 我们的截止日期到6月12号，然后3月31号跟4月6号有两场说明会，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好，3月31号是说明会，4月6号也是说明会，6月12号截止，所以到年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200万，缺资金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到节目现场，带大家看见基隆在产业啊、青年事务上的发展及亮点。那相关的活动，大家记得上网报名哦。如果没有办法报到名的话，没关系，我们就在底下留言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候补名，我们可以再补助再来参加。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